大家好，我叫伊莉娜，我是俄罗斯人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我的皮肤太白，晒不黑，我个人觉得好可怜。我知道你们可以说白色皮肤非常漂亮，谢谢你们。但是俄罗斯人，比较喜欢黑黑的皮肤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今天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。第一个，我们俄罗斯人觉得黑色皮肤非常好看。第二个，晒太阳后皮肤变比较黑一点。那皮肤变黑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身材变瘦一点，比较好看。第三个，俄罗斯人看到皮肤黑的俄罗斯人会觉得什么？我们一定会觉得有可能他刚刚从旅行回来的，所以如果你有黑色皮肤，代表你有钱可以旅行去海边玩。所以对，这是我们俄罗斯人的逻辑。在台湾好像相反的，白色皮肤代表人有很多钱，对吗？请大家在下面留言，我们就在那边可以继续讨论这个题目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，请给我一个赞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欢迎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我们就在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